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 GTA 线上如何卡单人公开战局，让他们都离开啊，给你一个清静的环境。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啊，公开战局上面很多人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我们怎么做？打开 Xbox 菜单，设定网络设定啊，测试内的类型4秒，也就是让他转4个圈圈，然后再返回游戏啊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有没有感觉很刺激啊？这些人全部都离开了，然后现在你就是单人公开战局了啊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、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 GTA 5线上攻略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